大家好，我是小熊，今天要来吃了，要来吃我最爱的这一罐呢，是柠檬泰式柠檬，哇，应该是酸酸辣辣的，没吃过啊。还有这罐呢，没写，只写辣椒酱，应该都蛮好吃的。好啦，要开始吃的之前呢，先进入我们的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好啦，先来加泰式柠檬的。我要先跟大家讲，如果不好吃，我可是会直接讲哦。我是说真的，如果真的不好吃，不合我的胃口，我是会直接讲哦。怎么有酸酸？酸辣酸辣，酸酸辣辣的感觉。我们先来加在面里面，我们就加这么一匙就好了。啊，还有辣油，哦，好多辣，就加进去，先加一匙，因为我怕太辣。不过呢，我很爱吃辣啦，所以呢无所谓。然后呢，换这一罐，就加到这一碗。哦，好香哦！哦，这个木汤匙好长哦！哦，不知道熊仔去哪里找出来的，我们就加这一汤匙。哎，好像太多呢，不对不对，这样会辣，会辣。我很爱吃辣，没错，我也很敢吃辣，没错，可是。如果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辣，哦，我唔多，就没了啊。然后呢，这里有饭，饭呢我们也一样，个别先加一匙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？好了，加下去。就加这样啊。还有啊，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，只要辣里面有虾子的我也是不行，因为我真的不能吃虾哦。 这里面好丰富。还有大家如果买这种，记得都要用干净的汤匙哦。用完之后，汤匙如果用过了就不要再用了，要记得洗干净擦干还是晾干之后再来用，不然吃的很有问题。这个呢是柠檬的，我们先给它搅拌开来。啊，先把它搅拌开来。这是呢泰式柠檬啊，这是也是泰式柠檬，这是辣酱，这是辣酱，哦，都好香，都给它搅拌开来咯。来吃泰式柠檬的。有辣，微辣，可是它的柠檬好香哦！我以为会很酸，你懂吗？我以为会很酸，很像在喝柠檬汁那种感觉。因为我以前很爱喝，可是我会胃酸逆流，所以我就不喝了。哦，好香哦！可是辣度可以接受，再加一匙。哦。这样饭这边也要再加，辣度不够哎。哦，好赞哦！再吃一口看看，哦，好赞哦！哦，现在有小辣了，好吃好吃。现在换这边，这个是辣酱。哦，
这罐怎么没有感觉呢？怪怪的。加一匙，可能我吃的比较辣吧。可能是我吃的比较辣。嗯，柠檬饭不错呢。哦，柠檬的拌饭好赞哦。啊，这是辣酱的。现在吃这个，这个刚刚好有加了，味道还好。好，再吃一口。嗯，好吃。这个蒜头味比较重，里面应该是有蒜头。嗯，好吃。接下来是吃饭。哦，它饭的柠檬味好足，它搭在饭里面更好吃。哦，这个辣酱哦，跟泰式柠檬的辣酱哦比起来，我比较喜欢泰式柠檬的。好啦，现在呢我就来给分数哦。泰式柠檬我会给几分呢？三、二、一，八分。辣酱呢我会给几分呢？三、二、一，因为辣酱它的辣呢还不够突出。柠檬的辣呢是酸酸辣辣的，有初恋的感觉。这两个我都好喜欢。这么难吃的食物呢当然不能给熊仔吃啦。都没有我的份哦。当然啦、啊、因为难吃嘛，对不对？这么难吃我应该要一个人吃啊。哪会难吃？对不对啊？而且你又不爱吃啦。我是不爱吃辣没错啊。没有，你是喜欢吃辣，不敢吃太辣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好啦，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熊仔进来啦。Hello， 我是熊仔，今天呢换我来品尝看看哦。这个是泰式柠檬嘛？哎、欸。OK， 试看吧。有柠檬香气，可是在面里面没有那么足。所以还 OK， 辣也还好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般的辣酱嘛。嗯，辣酱还好。来试试看饭吧。嗯。这个搭配饭真的很不错，很搭，非常的搭。那个酸辣感呢，蛮足的。再来这个是，也是辣酱，嗯，辣酱搭配饭也是很搭，只是没有像。泰式柠檬那种酸辣感那么足，所以呢，刚刚熊熊给的分数呢，泰式柠檬呢，我给八分，因为它的泰式柠檬酸辣感真的很足，然后它的辣酱嘛，虽然跟外面的一般的比起来没什么差别，不过蛮顺口的。所以呢，我给他 7.5 分，那我们还给熊熊咯。好啦，我要继续来开动。我最爱这个哦，又香又好吃。好啦，全部吃完，
哇，这么好吃又这么美味的辣酱，大家如果喜欢，记得喜欢这支影片的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大家如果喜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拜托，最近订阅数有点低，还有观看数，拜托大家多多帮我分享，拜托拜托。想知道更多美食的，记得 follow 熊熊仔的频道哦，会带你们去吃更多好吃的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